她是沈佳宜，我们的女神。星辰帮五人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五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樱木花道说得好，左手只是辅助，因为右手要拿滑鼠。我们家没人打手枪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你是傻小，那边是台湾机，我台湾一老。8月19，多为青春，